虽炙手可复要我来做个内应，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，守着后山要道。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一同忧。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贪根不拔，苦树常在。要的东西忘了最好。那三口中你可都见过了，旁人念念不忘的也是你所求的吗？中，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此人所言不像假话，小猴子你可暗自留心。